好食。我们今天来吃早午餐，这间好食好食。我最近去很多餐厅都是叫好食哎、欸。进去喽。我想睡觉。喵妮妮们，你去找一个位置吧，走吧。嗯，位置。熊熊啊，不可以碰它，它不是我们的熊熊。你去里面找位置，里面。不会太酸，刚刚好。三明治来了，看起来很美味。哒，总会三明治，噔噔噔噔噔，来七口。嗯，好吃。感觉比较像那种美式的轻食。妈妈，刚刚没有跟你们介绍它的种类，就是里面有加番茄 cheese， 然后跟这个应该是培根肉吧，然后洋葱跟小黄瓜跟一些生菜。它吃起来就是蛮没有负担的感觉，清爽口感的三明治，嗯，好吃。它走的有点像那种 Subway 路线 ，Subway 的那种三明治吃起来也是有些，那都可以自己挑嘛，还蛮清爽，它是走 Subway 路线的三明治。嗯，它还有加鲔鱼。不会太酸，不会太甜。那你喝一口看看，那你喝一口看看，宝宝你喝一口看看，你喝一口看看啊！好兄弟不要拿，这个也要我来帮忙。给他的啦，烂掉。爸爸，看他们的薯条很特别，感觉是用气炸烤的吗？吃吃看，那薯条好像是用气炸锅做的，感觉不是用一般油炸。吃吃看，软软的，嗯，它是带一下就炸的。然后配这个是番茄酱加这个有点像芥末，嗯，还不错，下次回家自己试试，感觉这样做也还不错吃，蛮好吃的。配一口我的柠檬蜂蜜，就这样子早餐也蛮不错的，走轻食路线，健康无负担。爸爸，你要吃薯条吗？我觉得他也是用其他锅做的。对啊，应该是。他为什么他的比较好吃吗？我觉得他油应该加比较多，不然就是他的温度跟时间是多少，我可能要研究一下。没有，会不会？你看你不喝他要喝了，你看好了，你在干嘛？爸爸，对 ice coffee， 爸爸你喝一口看看啊。 hello， 好喝吗？啊，不要随便乱说好不好？不要闹了。你是喜欢狗狗？
的。我们现在因为刚刚已经吃了饭团，也还不是很饿，决定就是点个饮料，在这边坐着休息一下。我女儿现在对熊很感兴趣，给你们看这一只熊，就是这只熊，她一直想要跟这只熊玩，一直说熊熊熊。爸比在想要吃什么啊？想要找熊熊是不是？可是这个熊熊不是你的哦。对，老板的熊熊。宝宝进来听音乐好不好？熊是不是？可是那个熊不是你的呀，这是这老板的熊，老板的熊没有要给你哎。啊？对，老板的熊。